今天我在家来制作一款挂钩用的嫩玉米。这个是白酒，这是蜂蜜，这个是过期的维生素 B2， 这是一根甜玉米棒子。先把玉米一颗颗的剥下来，这一颗的剥下来。加冷水烧热，水烧到里面冒气泡的时候，大概就是八九十度的时候，把玉米放进去。好，现在把玉米倒进去。水烧开之后煮三分钟，我们现在三分钟时间到了，把这火关掉，然后把它放凉，让它自然冷却。玉米放凉之后捞出来，放在一个干净的有污水的瓶子里面。倒一小盖维生素 B2 压成粉末，加入几勺蜂蜜，加入维生素 B2 粉末，加入高度白酒，没过玉米，盖好盖子摇晃均匀，然后放在冰箱里面放几天就可以用了。把玉米挂钩使用，针对草鱼、鳊鱼、翘嘴都有不错的效果。自己动手制作，成本不超过5块钱。